好，我们翻到19页。23句啊，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啊，我们这一个栏目啊，都是谈真实学问啊，我们也从每一句啊。去感受啊，这个真实学问是什么啊？应该怎么下功夫啊？去提升啊？像上一句啊，上两句21句啊，这个就是学问就在伦常当中。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包含前面很多句子都是展现了学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进一步还要笃行。笃行呢就是有善则迁。你看闻义不能喜。你闻到义就是应该做的，就要赶快依教奉行了，不善不能改，那这个就提醒了，改过是学问当中的重点，老和尚说的修行就两件事，知过改过，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比较深入探讨到，由太宗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或者借由别人劝谏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这以人为镜明得失好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圣教是懂得自爱要尊重己灵这个学问就是要要明明德这个是自爱的还要进一步亲民去爱人你看上一句德之不修我们本有明德现在因为有烦恼习气了这个明德不能起大作用了有点迷惑了叫昏德凶德了会造业还要受报了所以要恢复所以上面再加一个明明德所以都要透过一个德要修了才能恢复了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叫修行这些我们都要认知清楚好那学之不讲那个学问不能深入讲究你看我们就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少句来深入这个主题这个义理这样我们下功夫才下得深下得广学问不能浅尝辄止那这23一开始就强调君子要自重就是自爱嘛就是尊重自己的佛性尊重自己的人品不能作践自己了要庄身于千古圣贤之列
不愿做随波逐浪的人了。现在要随波逐流，容不容易啊？学坏一日有余哦，学好终年不足哦。学习是逆流而上，你只要不努力了，就往后退了。好。哦，所以这个君子啊，内心和外表啊，不庄重，便没有威仪了。那首先，大家看啊，现在那头发都把眼睛都盖住了，看起来很怎么样？很颓废的。要装他们叫我也不是很懂他们为什么要把头发留那么长可能是这些公众人物都是这样所以年轻人有样学样他也不会判断大家感受感受眼睛都盖住头发都盖住眼睛啊，感觉自己很有朝气嘛，就很没精神的，别人看了也是无精打采的，所以我们闽南话强调不能看头看面呢，就是不要你的头发把你的头。遮住了，把你的脸都遮住了，这样看起来就这个无精打采不好，应该这个天庭要露出来，就给人很有精神的样子。好，所以你看以前女子这个梳头发是吧？你看这个都梳得很整齐啊，就很有精神。所以内心跟外表不庄重啊，就没有威仪了。所以《格言别录》里面提到的，不自重啊，取禄，你不自己尊重自己，也会自取其禄了。不自卫，招祸。人要有敬畏心呢，不能胆大妄为啊。孔子也是提醒了，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了，要有畏惧心呢，不能这个为所欲为，这不妥当的，放纵自己的习气了，《论语》当中也说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都有敬畏心。首先，畏天命呢，主要的就是敬畏因果了。因果是自然法则了。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连念头啊，都要慎重。因为念头啊，一起了就是一个种子了。昨天灵芝禅师讲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哦。听说要讲21遍比较记得住。不然昨天这一句有没有人记住了？你记住了，你就好去供养别人了。所以我们佩林比较常复讲哦。这样你就有机会把无上甚深微妙法供养给他人。昨天大家有没有上线听院长谈14讲表第13专门谈特别法门的净土法门。很精彩哦。
有没有人听了说，嗯，我要去好好复讲几遍啊，这样我就可以把如是妙法性听闻啊，因常念佛而生喜，还受持广度生死流，你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别人啊，佛说此人真善友哦，所以你有利众的心呢，你学法啊才会啊很珍惜啊，才会期许自己当下就要把它学会了啊。看老和尚他听李炳南老师讲课，听完可以记 95%哦，这个是结果，因在哪？啊，当然记忆力很好是个原因，啊，但记忆力好的人不一定听课就有这么好的收获，啊，主要他还是有利众的心。啊，我们也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但是他没有这种利众心或者没有目标，他的聪明也慢慢就荒废掉了。啊，我念初中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学智商140、150。啊，我是110几。哦，所以他们读书那个记忆力都非常好。但是都纵欲了。还有十几岁就当爸爸的，非常聪明，所以你看人生的目标还是很重要啊！你看你有明明德清明的目标，你要利益人呢，啊，所以为什么说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好像文苑如星啊，你们都有负责社团啊，那你就会鞭策自己了啊，甚至要期许自己要去带动大家嘛。好，好，这个林芝禅师讲的，用心皆名定业啊，你起念头了，就是一个种子，定业哦，那个种子种下去了。人谦来报，他在未来啊，可能就会有果报现前。有时候果报很快哦，啊，有时候果报比较慢，但再慢，他一定会起现行啊。就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不会消失掉啊！啊，人谦来报，众忏不亡。纵使你忏悔，它也不可能，这个种子不见了，你只能削弱它的作用。哦，有的快到什么程度？啊，清这个清朝的啊。康熙皇帝的父亲的年号叫什么？哦，顺治，哎，顺治皇帝，顺治五年，啊，有一个伊斯兰教徒，啊，哈久，啊，他开个饭店，啊，结果有客人来了。哎，忘记带走啊，他的行李，结果里面有不少钱。哦，哎，他一发现了，赶紧用最快的速度啊，要赶上这个客人。结果这个客人正要渡船，啊，结果这个钱呢送还给他，啊，他当然很欢喜了，啊，好，然后突然看呢。这个和尚啊船翻覆了，很危急，
他心里一想，哎，我这个失而复得，他大声喊，谁能救活一人呢？我给他多少钱？哇，当下很多这个渔夫啊，就赶紧过去救人了。结果因为太紧急了，只救了一个人。结果救的这个人呢，就是哈九的儿子。哦，你看，这个速度很快哦，马上善报就现前了。因为他假如没有这么做，可能这一个客人本身也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可能这么去处理啊。所以这个善报的速度也是很快。好，所以用心皆明定业，人谦来报，众忏不枉，以此自量，你要好好思量清楚了。何能轻动啊？怎么可以轻易去动自己的念头？所以识心之事，你真正认识自己心的作用啊，岂不畏乎啊？这种敬畏在哪？自己的念头。所以你看，这个于静义工他就是克制不了念头啊，他发勇猛心啊，在观音菩萨面前磕头磕到流血，发什么愿？愿善念永存，善力精进，倘丝毫自宽，永堕地狱。他要克自己的念头，发这样的愿。哇，那这个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他下这么大的决心了。过没有多久啊，达到什么？静则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起来；动则万善相随。他平常没有动妄念，一遇缘可以利人的，他就尽心尽力啊去做。所以他的善报啊，是比了凡先生呢、殊胜了。你看了凡先生前面的三千善做多久？10年。第二个三千善呢？3年。但于静义工他是下勇猛心啊，3年。你看他的孩子5个儿子4个死了，1个失踪，4个女儿也死到剩一个。结果你看他3年下大功夫就被张居正呢请去当老师了。张居正是明朝一条鞭法你看也是一个名相了。因为你看人3年转变了，哇，那个名声就就像我们前面的句子讲到的这个君子治其道而德者流焉而且是有隐形者必有昭明他好好修行了他的名声自然了流出去了当时那个张居正都邀请他做家庭老师了结果后来连他失踪的儿子都找回来了那他太太呢因为失去太多子女的哭到眼睛瞎掉了结果找回来的儿子用舌头舔妈妈的眼睛母亲就眼睛就复明了所以他的这个断恶修善整个家庭命运转变速度非常快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那这一段所以识心之事岂不畏乎
真正懂得心的作用了，要有敬畏心啊，而且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看看于静一公被这个灶神爷点化啊，说这个意恶太重，就念头专务虚名，做什么事都不是纯的一个利众的心，都是为了虚名。哦，所以修行人不能修到搞虚名去啊，就很可悲了。哦，有一个常常行善的，结果后来也是短命了，到阴间去了，他自己也很不服气啊。啊，就阴间把他的这个功过啊，簿啊拿出来，他所行的善呢，底下都有两个字，名利。哦，好名啊！你这个善就整个就大打折扣了。哦，哦，这个而且还满纸怨尤啊，这个于静一公的问题，满纸怨尤，因为他都写上书抱怨了。啊，不服气嘛，独逞上帝啊，这个是亵渎上帝啊。这么一讲啊，他还没有马上承认哦。哦，他说天地之间不是什么善，哪怕一点小善，纤毫必记嘛，都会记录下来嘛。怎么可能我那么多年一个善都没有？哦，那这个赵神也说了，上帝派使者来，哦。三年考察你，没有一个善，啊，只看到了你的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高己卑人念、傲慢、一往其来念，这未来烦恼很多啊。这个叫啊，常常在做白日梦啊，啊，恩仇报复念。这嗔恨心很重啊，冲冲于胸啊，充满了你的心呢、啊，哎，所以要敬畏哦，岂不畏乎啊？你看，通通都记录了。讲到这里，这个于静一公才跪下来，求他指点呢、啊，哎，哦，所以这个要打破自欺一关不容易啊。从这个于静一公的故事，能感觉到。好，好，所以这个要有敬畏心，好，好，啊，这个要自重啊，才有威仪啊，而且才啊，时间不会空过啊，哎，学则不顾啊，你不自重了，这个学问呢都不坚固啊。哦、要发愿了、啊啊、这一生、啊、所做一半不受后有，不再搞轮回了、啊、这个动力就来了、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了、啊、以身幸愿持佛名号、啊、那这个妄念再多也不怕、啊、只会愿力强、啊、哪怕妄想多哦、所以一般学问不坚固啊，往往都是没有愿力。啊、哦，主忠信呢、啊？啊、哦，哎，亲近啊、哦，这个主有亲近的意思。哦，而且呢，忠信也是、啊、修学的重点啊、哦。啊，这个礼义啊，是行为的准绳。哦，做什么事符不符合礼？符不符合义、哦、然后忠信是动力，你看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想了，哎，忠就是尽己啊、哦、你看轻所好利以畏惧啊、哦哎、你要为家庭尽责任、啊、哎，国家社会我们要不要尽一份力啊？要，哎，我是佛弟子，要尽力啊！
哇，你这么一想，好多事要做啊，哎，不能蹉跎啊，光阴呢、啊，哦，还有这个信，凡出言，信为先，你答应别人的事啊，不能反悔啊，大家有没有答应要到极乐世界跟老和尚见面啊？这也是信呢、啊。哦，大家昨天回去有没有想一想？啊，我曾经答应过别人什么？甚至我自己曾经发过什么愿？啊，哦，那我要对得起这个信诺啊！哎，都变成你的动力了。哦，好，所以。亲近呢，忠信之人，当然也是向他们效法。哦，你看老和尚的忠信啊，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忠。信呢，哇，这个汇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全天下的人都不弘扬，我要弘扬啊。这答应老师的事情了，啊，哦，大家看呢，人的一生的愿力啊，都跟忠信有关系啊。哦，那无有不如己者，啊，不合与自己啊，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尤其啊，我20多岁的年龄啊，很容易受同侪影响啊。那陈德继续观察，不要说20几岁了，哦，你50、60岁、60、70岁啊，都受环境，都受身边人的影响。只要我们的戒定功夫还没达到，不会受环境影响，都会。所以善友为依啊，依众靠众，也要慎选朋友、道友，慎选团体。好，那过则勿惮改啊，有了过失啊，啊，不要怕改过啊，要有勇气去面对啊，要把面子放下。好，我也曾经遇过一个年轻人。哦，他刚好跟我有见面的机会，他说要把面子卖给我，因为我讲课的时候有讲，他说要把面子卖给我。哦，那这是他对我的承诺啊，把面子卖掉。后来他也犯了一个错，都没有承认，所以也不简单哦。哎，哦，你看，哎。我愿意把面子卖出去，那是一时激动。真正遇到境界了，犯了比较大的错，面子还是放不下，不肯承认。啊，所以这个啊，能够放下面子啊，这个对修行是。蛮关键，因为面子放不下，自欺这一关就破不了了，那就根本不可能入得了门啊！需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啊！啊，需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啊！啊，这夏老这过来人这些话很恳切呀！啊，我也见过。不少，我们修啊修啊就变相愿了，就做样子，人家都觉得，哎呦，很热心哦，啊，都有做给别人看的味道。哎，等，啊，有些人看人也比较仔细的，哎，跟他一相处个3个月，啊，本来还蛮赞叹他的，后来觉得，哎呀，他都是有人看的时候做。没人看的时候就不做了。
哦，尤其领导在的时候一定做。哎，啊，那假如修学修成这样，就非常可悲了哦。哎，哦，所以我自己呀，的性格啊，也是烂好人啊，所以在这几年呢，也有一些际遇是考我不能做烂好人，大是大非面前呢，要出来主持正义。不能好一个，哎，人家，哎呦，他人很好啊，脾气很好啊，哎，你大是大非面前，哦，你该义正辞严都要站出来，啊，不能陶醉在，哎呦，你这个人很温和哦，你就中了，哎，你看老和尚。参加联合国会议啊，提出来啊，让新加坡九大宗教啊上台为世界和平祈祷，联合国不同意啊，老和尚说你们干和平啊，干假的，我退出，我不参与了。哦，你看老和尚在这些方面他是不苟且的。你干假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嗯，哦，后来联合国，这个联合国就答应了。哦，好，了凡四训好多话都很有人生哲理的啊，所以一向皆好。皆必以为德之贼，圣人则宁取狂狷。狂狷之士啊，是挺有个性的哦。但是狂者敬取，他觉得该做的事，他会很努力哦。哦，他不会好吃好睡哦。狷者有所不为，他有气节。不符合道的，不符合义的，是自己的私欲的事情，他绝对不做；会影响团体的，他绝对不做。他只是带点性格脾气。哦，现在啊，要找圣人君子不容易啊，有狂狷之士啊，挺难得的。哦，当然我们也要往圣贤君子的目标去迈进了。这段话很有味道哦。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现在的人缺乏气节呀，都是自己的感受，都是自己的私欲在前面做主。菩提道上啊，还有太多诱惑了。道义不足啊，铁定要在圣教里面呢造业的，这个不能掉以轻心了。好，好，二十四句啊。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哇，你看，一般人都觉得啊，什么是学问呢？好像懂很多知识啊。大家看曾子这段话，都不是知识的积累，哦，你看都是心地功夫啊。孔子赞叹颜回好学，提了什么？不迁怒，不贰过。都是心地的修养哦。好，那曾子说到了啊，君子会攻其恶是尽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这个尽力就宁肯碎骨粉身呢，终不忘失正念，来对治
喜气啊，求其过啊，这个求有啊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啊，我每一天学习真止啊，吾日三省吾身。哎，你慢慢养成反省的习惯了，很可能呢，哎，这种反观力强了，哎，你可能说错一句话，哎，你察觉到了，啊，不是等晚上反省哦，慢慢，哎，说错了，哎，察觉到了，啊，甚至于念头不对了，哎，察觉到了，你就不会犯不对的言行了。哦，你慢慢反省敏锐了，哦，比方说一句要开玩笑的话上来了，感觉那个磁场不对了，啊，赶快啊，阿弥陀佛，把它调下去了。哦，就修行人反省啊，就是这个警觉性啊，要越来越高。好，那这个求其过的榜样真子之外呢，还有瞿伯玉先生，他这个日日之非，日日改过啊，你看他21岁至20岁之非啊，到了50岁至49岁之非，都一直在改啊，强其所不能啊，这个。强啊，强其所不能，强是勉励。好，好，我们昨天也说到了，你要利益大众啊，智慧德行还要有能力。好，所以尽力突破自己不能做的，就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或者突破自己的。这些退缩啊、畏惧啊、不敢承担的心态，孟子也说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也会有境界考验的，让我们发挥潜能啊。好，那我们看到啊，老和尚啊，他要。出家代佛说法了，他也没有，因为老人家本身这种讲学的天分就高了，可是他有没有因为高啊，而不更精进勇猛了？哎，人有时候你本身天分就高了，就容易自满了。你看老和尚说的，这个。今天没有讲经了，但是因为李老的话他放在心上了，拳不可以一天不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那经不可以一天不讲，我们听老和尚有讲过啊，一天不讲啊，自己知道，两天不讲啊，同行知道，三天不讲呢，听众知道了啊！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一段吗？有吗？所以这些都是老和尚特别可贵的地方。人有长处就容易自满，甚至会自傲。但是老人家还觉得不足啊，不断精益求精啊。这是日日新，每天都有进步。又日新，不半途而废。好，这一点呢，我感觉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比方我们都说，要善有为一一众靠众了，要找传统文化的单位。重点来了，我们到了传统文化单位，我们能奉献什么？
你不能是去找一个单位来依赖啊，依靠啊。你要勇于承担呢，啊，现在缺什么人才？现在缺哪些能力？哎，我来承担。哦，我们没有能力啊，到时候到一个单位，人家还得迁就我们，还得顾及我们，还得照顾我们。啊，大家有没有观察？传统文化团队啊。现在缺不缺人？缺人了，每个人工作量大不大？你看看我们毕业的同学，工作量不小啊。那假如还得照顾这些依赖的人，那不把他们累死了？哎，所以我们是来分担的，那就要有能力咯。去私欲，啊，去除私欲啊，哦，然后能够从事，从事是参与做，哦，某种事情，然后致力于某种事情，啊，这个都可以是从事的意思。好，所以是去除私欲，符合道义的事啊，当下去做啊，见义勇为哈、哦，这个欲胜利、哦、我们前面刚好讲到这个句子，哦。啊，第十页啊，看义胜欲则昌，啊，就是你的义要胜过利欲啊，啊，你不能这个私欲太强了，就被变成欲望的奴隶了，那根本不可能能够成就事情了，啊，欲胜义则亡了，啊。人生过程啊，会有很多啊，遇到亦利亦欲的境界啊。你选择了道义了，那你走的就是正确的路；你选择了利欲了，那人生就随业流转了。哦，像陈德刚出社会，也做到 top sales， 哦，可是呢，我们所销售的是课程呢、啊，后来看到客户并没有真正解决他的问题，那这个钱还要不要继续赚？哦，继续赚呢，就会。偶一偶一的啊，这个人生就是造业的人生。哎，我当时候就守住了，这个要感谢父母啊，重义轻利了。哦，我们是很真心跟这些客户啊相交往的。哦，哎，就不愿意再赚了，就有人把老和尚的录音带送给我了。哦，你看，哎，一听啊，什么都能解决了。所以坚持道义啊，还是很重要。哦，好，哦，所以这样才可谓学矣，啊，这样才称得上是真实的学问。哦，好，啊，25句，啊，这个又展现你看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有的胸怀。所以都跟心有关啊！啊，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论语》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尽量啊多学习李老的讲要，还有讲记。学每一部经啊，还是有师承蛮重要的。李老这里有提到了，曾子以为啊，做士人呢，作为读书人呢，不可以不弘毅。因为士人的责任重大，这个是任重，责任重大，而且啊，所行之道遥远，要行道要一辈子去进行受啊，去努力的，那如何重大呢？因为以行人呢为自己应负的责任，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呢，如何遥远呢？因为这种大责任呢，要一直负下去，到死为止，所以死而后已啊，不亦远乎了。那我们感受一下，你看夏莲居老居士说的，浊世无如念佛好，此生端为大经来。他很清楚他这一生的责任在哪里，任重，责任重大。因为看末法要靠净土宗了，净土的经典当中啊，又以无量寿经为重要。无量寿经又有五种原译本，又没有最善的汇集本。所以我们看他们师徒二人把净土宗最重要的事情做圆满了。汇集成功了。接着呢是又交代黄念老要把这个汇集本做注解呀。紧接着老和尚又讲了完整的四遍的。哇，你看还有海贤老和尚表演。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些祖师啊老师啊为谁表演呢？为我表演。我不能辜负他们了。包含玄奘大师，他为什么要到西天取经呢？因为他所遇到的时代呢，经典不全，很多重要的义理啊，众说纷纭呢。哇，那这个现象不改善，到底能不能修成就了？这个攸关到众生法身慧命啊，能不能脱离生死轮回啊？这是重大的。你看，不顾生命危险，西天取经了。那诸位仁者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你观察现在的传统文化、汉学啊。现在的佛法最需要什么？最缺什么？那你自己愿意去承担什么？虽然你们还年轻啊，其实你们也在传统文化的领域好多年了，你看到什么了？要怎样才能让传统文化振兴起来？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当今天的小作业啊。
见义勇为啊，哎，现在传统文化佛教，哎，需要我们去担起什么重任来啊？来，跟这一句就起连结了，不然这一句的理还是理啊，还是没有联合到事来啊。哦，这个理事啊，要圆融啊。好，哦，这个是我们作为读书人呢，啊，应有的啊，这个责任感。啊，就像劝发菩提心文，其实你思考这些问题啊，就是发菩提心哦。第十个因缘提到的念正法久住嘛，哦，你传统文化佛法的形象没有扭转起来，它就继续衰败下去了。哦，正法相法皆已灭度，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净足利名。哎，这是显安大师看到的现象啊！啊，举目滔滔，天下皆是。首先，我们看到了不能随波逐流啊！啊，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忍言。啊，那我是佛子啊！啊，我们是学传统文化的，看到这些现象，哦，我应该担当什么？哦，那个正觉，哦，他们这一次当组长，哇，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的遭遇啊，都听到都忍不住流泪，很多不足。哦，所以他现在也在带孩子了。哦，哦，那这里是提到，这种责任要一直负下去，到死为止。哦，那从佛门看呢，不是到死为止而已啊，啊，生生世世啊。常行菩萨道啊，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普贤菩萨的精神。大家看佛菩萨都是生生世世随足于我啊，心无暂舍啊。啊，李老说的，古时啊，民众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工商是生产者与盈利者，士不生产，不盈利，而尽全力学道。哦，我们现在在传统文化团队，也不是从事生产跟盈利的啊。道有体用，用就是行人，真心起作用啊，行人。事有通达时，也有困穷时。通达时啊，急需以人来治国平天下。困穷时啊，也要尽力宣扬人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啊，我们看朱伯儒治家格言，那时候是乱世啊。啊，虽然没有机会出来啊，但是他也是尽力在教学。
宣扬人道。所以必须弘毅，弘是广大，见识学问一切都要广大，心胸见识学问都要广大。义呢，这个义字啊，据这个包注讲的是强而能决断，然后强的意思呢，易经说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我们这个心量见识要广大，这个是弘，义呢，是给人自强不息，不能给人家，你看人家说东亚病夫不可以的，不能给人家蔫蔫的，不能好像每天没睡饱，要自强不息，曾子一生呢，力行孝道，曾子讲的这句话，人家是做到才说，所以临终的时候说无知免福啊，你看曾子，他都病了那么重了，他还把弟子招来，招门弟子，起无足，起无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知免福。都病那么重了，还不忘啊，抓住这个机会，可能快临终了，来引导学子，这个也是一个为师者的苦心啊，而且他力行孝道，你看对这个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爱护，身体这样爱护，德行更爱护了。你身体生病了，父母担心几天呢？德行有问题呢，父母可能是变成一生的心结了。所以这个孝心真的起来，会延伸到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孝心开呀，百善皆开。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自强不息是没有间断的，他行道没有间断的，你看临终都是这个状态，又如翼泽，这个床席呀，虽然在生死关头啊，犹不丝毫失礼，这个典故大家知道吗？他病的都是临终了。结果他的仆人啊，说他的席子好像不符合他的身份，好像是当时候是这个鲁国的大夫啊送的，哇！他马上交代两个孩子，赶快帮我换掉。两个儿子说：“父亲，你都病成这样了，不换了。”曾子说了，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那朋友之间互相归过劝善，对，不能互相包庇姑息，不行的。所以曾子说，你看这个仆人爱我胜过你们爱我了。所以还是要求要换，结果还没换好啊，曾子就走了。你看他的自强不息，他那个行道到临终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曾子自己啊，就是这样任重道远，可见大贤人的言论必出于真实的功夫。
所以这个强是自强不息的，而且这个义里面呢还有能够决断哦。哎，你看在古代也好，在现代也好啊，你做利益大众的事情啊，有没有可能会得罪人？那你敢不敢做？你不能跟人对立，但是呢，是为公的，你还是要勇于去处理，因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哦，你看孔子一做大师后，决定什么？杀邵正卯，因为那是大邪师啊，众生的慧命保不住了，那他决断力也是很强，这是仁者之勇哦。你看舜王啊，那个访世兄啊，这些真的会祸乱国家的人，他都把他流放掉了，这个不能做烂好人的，决断力还是要很强的。好，哎，我们再看这个李老啊，你看他远离家乡，他是山东人哦，然后护孔子正传第77代孙孔德成先生呢，护到了台湾哦，这个也是李老表演出任重道远。孔德成先生代表什么？代表儒家的承传呢？当然，李老也在台中教出了很多大儒啊，以这个徐启明老师、周嘉玲老师为首的，因为有人才啊，才能成就功业，所以不辞劳苦教学，38年都没有休息的，好。好，26句呢，这古之学者耕且养，这古代的学者啊，一面耕作劳动，一面呢修养自己的品德学问，这是耕读啊。当然耕作啊对身体好，很明显的承德先父啊，他们那个年代啊都要干农活，哇，身体很壮啊。我们这个连农地都没有踩过，哦，是差，体质差很多，而且劳作啊，你也在感受大自然的规律，然后呢，习老就知感恩，这个对心性的帮助还是很大。那三年而通一义，三年通晓一部经啊，存其大体，这个大体是重要的义理。所以一般呢是掌握其中的要义了。而且呢这个万经文呢而已。这个万是反复体会。经文罢了。是故啊用日约，这个约是少，
简约啊。好，用日约少而蓄得多。啊，花费的时间呢、啊、少，但蓄养的德行呢、啊，啊却多。啊，是三十而五经立也。啊，到三十岁啊就能通达五经了。啊，诸位同学，你们离三十岁啊还有几年啊？哦，这一句也给我们一个目标。你看这个万经文呢，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啊，温故而知新啊。比方佛法的句子，我们说佛法无边呢、啊，跟大家举，比方。万法因缘生，啊，诸位同学，这句话在哪？你什么时候在体会这一句话？万经文呢、啊？万法在哪？万法就已经包括一切了。无有一法不在万法里面呢，都是什么？怎么来呢？因缘所生。你现在看到你要认识一个人，新朋友，他是不是因缘生法？哦，我们来了一些新同学来了，哦，你一观察，哎，他的成长啊、家庭啊、学习情况。哦，他超过你的都有因缘的，哎，向他学习，啊，他有不足的，你能包容，哦，哎，怪不得他会这样哦，因为他曾经家庭啊，这个学习啊，是什么状况？嗯，哦，所以你从因缘去对待人呢、啊，你就不容易因为他的一个行为，你就耿耿于怀。也不容易着相，啊、哦，所以观人嘛，你观察哦，怪不得他会这样，啊，我们自己教书遇到那个行为偏颇的孩子，一去调查他的家庭状况啊，你生气生不起来，可恶之人必有什么可怜之处了，因为都有因缘的，不可能会突然变成这样，哦，哎。你观察一件事有因缘呢，你就不会激动了。是非已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好，好，包含你面对事，你不会紧张，你不会消极，你不会用情绪化。为什么？你客观看因缘呢？哇，现在身体不好了，你会找出。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怎么改善？啊，没有一件事不能改善的，不能处理的。为什么？都是因缘。除非你都是现在负面情绪不去面对，不然你分析出因缘了，你就能把不好的因缘去掉，把好的因缘放进去，就改善了吗？哇，所以你在面对一切人事物啊，你就在万经文啊，都在体会这个因缘生法，你会越练越熟的，你会洞察原因在哪里的，啊，包含跟大家提过菩萨四德，啊，你可以用这四个原则去处理任何的事。大家去体会体会啊。好，我们期末再加一个这个作业啊，这个落实菩萨四德的心得啊，哎，你具体要讲啊，我哪一件事啊，我用菩萨四德来处理，
哦，陈德也遇到很多他家庭状况提出来的问题，我都用菩萨师德，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用菩萨师德处理。真的佛法无边啊，有大用的。我们就要这样去万经文才能解行相应啊。解行相应，你的心境，你的悟性才能提升啊。所以哦，比方说五经啊，你学第一部经的时候可能用力比较多啊。你在学第二部第三部，那应该是能触类旁通的。因为你的悟性已经解行相应往上提升了。你假如不是用悟性来学啊，不是解行相应学，保证你学第二本、第三本，第一本忘了，第二本又就哦，你看这里讲的纯其大体，他学完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最重要的精神他都掌握了，他都活学活用了，哎，好。应主啊，哦，不是，偶益大师呢，曾经有教导到啊，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离我们多远了？可能有三百年了，两三百年有了，我看不止了，差不多了啊，三百年，哦，就提到啊，当时候的人好多。不好精，喜欢学很多，贪多嚼不烂呢、啊。哎，你看这里说的三年而通一义，他用三年下一部书的功夫，他不会求快啊，求多啊，好多不好精，逐末不求本。哇，可能他学着学着哇，来几句经文呢、啊？都是文，觉得这些文字啊、文章啊，啊，引以为本事了，那个是知末了，啊，这里讲的纯其大体呀、啊，啊，它是掌握这些根本啊。你看《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啊，是吧？因无所住啊，啊，这个。维摩诘经以不思为宗啊，你看那个最重要，这整部经最重要的精神，你要掌握住啊。不思呢，就是不能起妄念的，打的念头死，虚如法身活啊。哎，无量寿经以什么为宗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哦，所以你看应主提的这些重点呢、啊，哇，你看这句话里面也都有那个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哦哦，所以不能逐末不求本哦，要掌握根本中要，还有求解不求证。信解行证，你不能只有解没有行啊！哦，那就长浮华成何人？哦，还要去立行，还要去求证。哦，好。哦，所以昨天院长也说了，啊，念到见佛啊，不难。哦。还举了例子，啊、哦，这个香港有一位同修啊，他家里有个女佣人啊，东南亚的，啊、哦，好，结果看呢，看主人皮肤很好啊，啊，就问他你怎么皮肤这么好？啊，这个学佛的同修就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对方说没有。哎，这些应对也都很可贵的，尊重人家嘛。
哎，他没有了，就跟他，我在念阿弥陀佛，啊，哇，结果这真的是先已遇过天啊，他最希望皮肤好啊，哦，然后他就任何时候扫地啊，做什么事，他在念佛，念，念了一段时间呢，啊，有一天跟主人说了啊，说昨天晚上啊。啊，我半夜要来喝水啊！啊，可能走到厅里面哈、啊，哎，看到你挂的那个佛啊，走下来跟我讲话了，啊、哦，所以要念到见佛不是太难，哦，所以我们也要好好老实念佛啊、哦，那阿弥陀佛就会来跟我们说。什么时候来接我们？我们心就定了，这个护照就办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20分再回来，22分啊再回来。好，谢谢大家。